你这样手就好，咪咪早安，妈妈早安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上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美劳课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是水彩、好，还有我们一些美劳的用具哦。我们今天特别不一样的是，噔噔噔噔，是我们的弟弟也要一起来做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准备一下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只要挑三个颜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很简单的颜色，来，咪你来挑三个颜色，你喜欢的三个颜色。好，黄色、绿色。哦，这两个颜色太相近了，我们再选一个鲜艳一点的。比如说这些，这三个颜色里面，你再选一个。对，这三个。对，一个哦，你要选这个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先来，好，等一下哈，那阿嬷先来开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来开这个，这个什么颜色？红色。这个呢？红色。哦，有一点像橘色，对不对？橘红色，还有一点呢？绿色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我自己。你可以自己，但阿嬷来教你好吗？轻轻的挤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就够了。好，盖起来，棒。好，现在这个也是黄色的，放这里，轻轻哦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盖起来。再另外一个，放红色的地方。好，轻轻的哦，放这边。就可以了、好，这三个颜色，然后呢，来，阿妈给你一个，用这一头哦，好，阿妈加一点水，今天水会加多一点，因为呢，免得你们等一下洗手不好洗啊、好，我会用到吗？对，没关系，用到，你忘记了吗？我们把它搅色。把它搅拌，对不对？你先搅一下，搅一下啊、好，来，可以的，我看一下，好，你放手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可以，把它擦干净，好，再来黄色，黄色再把它搅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番茄加肉面，有一点像番茄啊，像那个意大利面的酱，对不对？很好。我觉得中间这个好。如果你拿到了，如果你沾到一点点，阿妈给你一只湿纸巾，好，你把它打开，你就自己擦一擦，这都没有问题啊、好，有问题的时候就把它擦干净就好了。好，现在这个也好咯，再来，我把它擦干净，来，最后一个。绿色，好，让你爸爸搅拌一下。另外一只手很重要，要来帮忙扶好。对，对，没有错吧？好，很好。最后我妈再来把它整理一下啊、好，那你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我们把它整，把它弄一弄。好，我们再来准备一张图画纸啊、好。我们第一个呢，来，你先帮阿妈拿着。我们今天阿妈还要用这三个颜色呢，来帮你们弄那个手，这样的话才好。那这个先放着啊，我们把它擦干净。好，这个就完成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画纸。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等一下呢，阿妈要把你的手五根手指头来，大拇哥、二拇弟、中三娘、四小弟、小妞妞，好，这五根呢，阿妈会帮你涂上颜色，然后你就把它盖着盖下去。然后呢，弟弟也来了。我们就大手牵小手，然后会变成有图案吗？有图案。好，首先你先来，好不好？好，
然后不用害怕哦。好、哦、好，很可爱哟、哦，这个是非常有一点痒痒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你要手开开还是张开都没有关系，好盖。好哦，你要盖着，另外一只手来帮忙，呀呀呀，这里，呀，好起来。哇，你看看有没有？嗯，好，每一个颜色压两次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一次可以张开哦，这一次可以张开，没有关系啊、哦。好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换弟弟，好，来吧，换这里，好呀，另外一只手呀，咦，好起来，咦，好，这个来，把你这只手擦干，把它擦干净。那我们一次弄完你的，我们再来弄弟弟，好吧？不然的话哈，弟弟可能没有办法撑这么久。好，接着这个什么颜色呢？橘色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通通这一只手，哦，还是要那一只手？好，弟弟说他也想，赶快拿一下来，来吧，那弟弟来，好，用橘色的。好好嘞，弟弟来，好，关上脚了，他手不想张开，来，好，那弟弟来用脚脚，好，我们来帮弟弟弄脚脚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帮弟弟弄脚脚。OK， 好，滴来喽！滴，杨小气，哈哈，弟弟的脚超可爱的。好，阿妈把他的脚擦一擦。哇，弟弟的脚脚好可爱呀、哦！弟弟的手也来一个，弟弟的手也来一个，不用害怕哦。哦，你要这只手吗？好，这只手，通通给你。颜色通通给你，然后呢，妈妈就带去洗手。哦，好，弟弟来，哦，弟弟来，哎 ，OK， 好，去吧。好，哦，弟弟也留下来了。哦，好，来，那现在换咪来，啊，换你来弄手。这是什么 ？OK， 好。这个吗？这个是弟弟的脚，对不对？这个、你可以放这里。嗯，好，自己压。好吧。啊，哇，你的手太妙了！再次哈。好，这一次放这边，这边好。嗯呀，压下去，哇。好，来擦干净。因为另外一个是姐姐。好，用这个，然后擦干净。等一下我们就换新的，好，换这个新的，试试先把它擦干净。好，每次我们弄用，我们就把它擦干净，对不对？哦。你怎么把水滴进去呢？好。没有水。有水轻轻擦就好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最后我们要来弄黄色了哦。好，黄色我们换另外一只手。好，这个你来擦，你会擦吗？用这只手擦自己的手。哎，对，自己的擦，手擦一擦，哎，轻轻轻轻。嗯，好，再来。我自己。对，好。你自己擦，好，来，很多，好，来，随便你贴，好贴，哪里都可以，重复也没有关系，好，再来，好，
这里。好，再来。好，这边，对，压下去。哇，好，那接着呢？这边已经破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换阿嬷来咯。阿嬷也来一个，放在这里。好，阿嬷也来一个哦。阿嬷也把手擦一擦，阿嬷就在这里，盖下去。好，再来，再来。擦我的。好，再擦一个。怎么会混在一起？没有关系。好，现在你合起来，放这边，合起来，合起来。对，合起来，合，合起来，好，放这边。嗯，好，嗯，把曲线用完。放这边。放弟弟的脚上边。嗯，好，起来，好，我妈来一个。我把这个擦完，我把这个擦。好，最后擦这里，都可以。好。帮我擦。好，再一点点。最后了咯。然后这个放这边，这边，对，好，好。哦，我也手擦。我觉得最后一个在这边，可以在最后一个。这边，嗯，好。能把我手擦一下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好，来看看我们的，我们今天的大手牵小手跟弟弟的一起。你们好可爱，好，那你们也来试试看哦。好，我们要去洗手。我要再做下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洗手哈。好，拜拜。